甲调一下，甲醋味啊！哎，那不是你老婆吗？文宝，停车停车！枪来调的家，你哪里家了？光是脱掉了撩贼啊！大嫂，你不是也用半雅的吗？哎，半雅现在免费的汽车脱掉哦，只要你打米885就可以了。这咋塞啊？你看啦，半雅拢比你靠后。哎，你们都是用半雅的？对啊，农会这边啊，我用半雅就是半雅家族，有很多好处哦。哪说到大家族？那如果我也用泛雅，我们不就是一家人了吗？家人了，大嫂走了，他们现在看到啊。儿嘞。